表语是什么？表语是一个语法名词，它是起表述作用的句子成分之一。表语具体是指说明主语的身份、性质、品性、特征和状态的词或从句，具有补充说明主语的意义，因此它也叫做主语补语。表语常由名词、形容词、副词、介词短语、动名词、不定式、从句来充当。表语常位于系动词之后，比如 be、become、appear、seem、look、thought、feel、get、smell 等词。如果句子的表语也是由一个句子充当的，那么这个充当表语的句子就叫做表语从句。在形式上，位于系动词后的就是表语。从含义上讲，表语是回答主语是什么或怎么样的语法成分。也就是说，在是字句中，是字后面的成分就是表语。